原本24号就要公布的药价调整项目，因为业界代表反映说，71品项的药品清单取得不易，金毛鼠要回头检视调整项目，因此决定延期到3月1号才公布。而现在不止基层药局在缺药，连偏远地区或是规模比较小的地区医院也出现缺药情况，因此有专家就建议了，要解决缺药的问题，应该是要跨部会协商来一同解决。我是生理药师，你那边有没有泰克胃通？电话联系救护，基层药局为了解决缺药问题，采取以药易药方式自救，也会透过药师赖群组互相联系帮忙。大家有个群组在，我缺什么就赶快po上去，看有没有人可以支援我。我职业几十年，我还没有发现过有这么大的一个缺药潮，因为平常只会缺一两样，那这是整批很大量在缺药。而现在缺药情形不只是基层诊所、药局，部分地区医院也出现缺药状况。健保给付药品原定在2月24日公告2023年药价调整结果，但由于社区医院协会反映71品项药品清单取得困难，忧心是否纳入调整范围，健保署为审慎确认采购困难状况，并再次核对调整范围，因此延后到3月1号公告。有缺药的情形，那北中南的医院都有，那有一些是比较小型的医院，有一些是比较大型的地区医院，那分布在各地方都有。那有些医院缺药可能一两种，有些缺个5、6种。生效日期还是4月1号，倘若还是有问题的，就赶快在2周内反映给我们，那我们就会收到之后尽速来处理。评估完之后，如果确定要调整的，我们才会再做一次确认要调整的药价。为了避免调整药价后厂商认为不敷成本而退出市场，导致缺药更严重，对此健保署长石从良表示，强调保障药品地板价，已向卫福部食药署通报短缺的药品也不在调整范畴内。专家则建议应增加核心药物品项，由国家统一采购。台湾的核心药物定差不多100多种，美国、欧洲应该都有500种以上。如果这些核心的药品由政府来采购，最起码真正每一个科北要使用的药物不用担心说它有缺药的问题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则表示，缺药的问题包括健保给付提高、国内药厂专案协调生产数量增加，以及同级品药进口等等，卫福部都已经着手进行。记者黄曼陈博月台报道。